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学员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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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放掌。刚刚谈到早上专一念佛，头有毫光，这并不表示持其他的咒、诵其他的经就没有相应的那个所谓景象，还是有的啊，只是所显现的不一样而已啊。佛事门中功德无量，只是我们学佛的人不贪求境界，不妄追灵异，以智慧的显发为要，以轮回的解脱为主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早上起来就念佛，这个叫做晨坐念佛。晨是早晨，坐是静坐，念佛啊，念佛是四种念佛当中的称名念佛。早晨啊，早晨往往出家人修行人都会在早上开始生活之前，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，先做修行，这个叫做早课。黄昏了或要睡觉以前也在修行做功课，这叫晚课。以净土法门来讲，最好的早课是什么呢？以我的体会，我的灵解就是念佛，晨坐念佛。一天的生活从念佛开始啊，一天的生活从念佛开始，这一天肯定有佛的加持。一开始就念佛了，肯定这一天是平安的、吉祥的。早晨有三静：心灵宁静、空气安静、空气清静、环境安静。我们早上起来，精神已经睡饱了，杂念还有前一天的是是非非，经过一个晚上的睡觉也沉淀下去了。所以早上这一段光阴在我们心灵当中是最美好的、最接近佛性的，也就是最接近涅槃。涅槃就是不生不灭。我们早上的心境，总之刚张开眼睛啊，睡醒了，那个时候呢也还没有一天的工作开始，还没有，所以也还没有去动脑筋要煮什么早餐，今天要什么规划，见什么客人，到哪里去，都还没有。
那个时候的心好像水一样，人平不语，水平不流，平静的水面，它是静态的，安静的，安宁的，它是祥和的。所以那一段期间，早晨那短短的期间，我们要珍惜。怎么样珍惜呢？要用在法上，暂时还不用在世俗上，不动世俗的脑筋。那个时候的心就专一念佛，那个时候的心是最宁静的，所以念起佛来觉得神清气爽，觉得身心安详极静。同时那个时候空气也比较清静，环境也比较安静，所以早上起来有这三境，我们就应该珍惜。那么可以刷牙洗脸之后，有佛堂，到佛堂上个香，顶礼三拜，就找个地方静坐，或者是一醒来就直接在房间静坐。念佛是最没有忌讳的，念佛是最吉祥的。不吉祥的地方应该念佛，给当地带来吉祥；不干净的地方应该念佛，给当地带来干净。所以一早上起来，我们暂且不用世俗的东西，当然不用想，即使佛法的暂时也不用诵什么经，持什么咒，更不用敲打唱念，保持那颗平和的、平静的、安宁的、安详的心境，保持那种心境去念佛。能够练多少时间就练多少时间的佛，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越久越好。假设坐不住了还有时间，那就可以起来练佛拜佛，或者是精行练佛。那可以做的话你就尽量做，盘腿，盘腿，不能盘腿的，两脚相交；能够盘腿的，单盘就单盘，可以的话，尽量双盘。屁股呢，稍微垫一下，膝盖呢，就盖着，然后呢，四平八稳的身体坐下来，身体就不管它了，这个就是调这个身。那呼吸呢？呼吸也不用管。那要管什么？管这个心。那这个心要做什么功？这个心都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念台语就台语，国语就国语，客家语就客家语，都一样的。那念佛的时候呢，就只管念佛，不要观想，不要观想，我观想佛像，观想佛光，观想莲花，观想极乐金地，通通不要，通通不要，就是一个专，专念这句佛号就好了。因为佛号就是阿弥陀佛的体，佛号本身就是阿弥陀佛所有功德的结晶，不要在念佛以外又要观想，甚至掺杂其他的持咒，
或者是思维其他的法义，统统不要，行起解决啊。现在是醒的时候，不是解的时候啊。所以就是专一的、单纯的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念佛有四种，就是实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跟称名念佛。这四种当中最容易的功德、最殊胜的就是称名念佛。称名念佛直接跟阿弥陀佛有关系。那假设观想、观相念佛这两个呢，固然所观想的对象也是阿弥陀佛，可是呢没有念佛那么的直接，那么的亲切，那么的跟阿弥陀佛一体不离。为什么？因为观想是靠我们的心，而且要观想必须要静定的功夫，同时所观想的又不能观想到100%，这样就大打折扣了。所以不论就根基，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来讲，或者是就法，也就是说就对象来讲，都不如直接称名念佛啊。因为称名念佛你当下念，当下就得了，当下念当下就是感应道交。那观想呢，不能灵心静定，观想不能清楚，那就统统不是了啊。这是观想观相。那如果是实相的话呢，那更不用谈，因为实相是理的境界，是真如法性的境界，它当下呢无所谓念，无所谓不念，因为它是属于空性，离开能所，没有修的我，也没有所修的法，那一种境界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。所以如果是实相念佛的话呢，一般是做不到的，因为实相念佛对象是法身佛，也不是观想他的相貌，也不是称念他的名号，他是无形无相的，没有内容的，是全体空性的，而且那个对象也不完全指阿弥陀佛的。所以在这四种念佛当中，实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称名念佛当中，是称名念佛方法上简单，境界上殊胜，跟阿弥陀佛又是最直接的，有亲的缘。多亲呢？父子之亲、母子之亲、夫妻之亲，都比不上跟阿弥陀佛的亲。早上引用经文所讲的，念佛的人是我入佛心，佛入我心，是佛凡一体的。你说这一种亲是怎么样的亲呢？所以是一体不离的亲了啊。夫妻在亲啊，相拥而睡啊，都不如念佛的亲。夫妻在亲，心中都各怀鬼胎。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他本身呢是清净的，清净的。阿弥陀佛的内心除了慈悲以外，没有佛心的。我们凡夫心很多，妄想杂念嘛。那佛的话呢？佛哪有妄想杂念？佛哪有贪嗔痴？佛哪会计较？佛哪会认为说，你这个好，你那个不好，你这个善，那个恶，你这个清净，那个不清净？佛根本都没有这一种念头。佛是处在极静无念的状态，
它只是随着缘啊，所谓不变随缘起那个应化啊。那对佛来讲，它本身它的本质，佛心的本质就是什么？就是慈悲。那慈悲，所谓大慈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同理大悲，存在于内心的就是一个慈悲，显现于外面的就是拔苦与乐，这个就是佛。那如果我们众生的话，我们没有那一种心，也没有那一种能力，那佛的慈悲用现代化来讲就是大爱心。所以佛本身除了爱以外，没有佛的，也没有佛心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是我的亲人，我爱你；你不是我的亲人，我也爱你。你对我好，我爱你；你对我不好，我也爱你。你清净，我爱你；你不清净，我也爱你。你善，我爱你；你恶，我也爱你。你可爱，我爱你；你不可爱，我也爱你。在佛的心当中，他是没有差别观念的，真的是自他一体，自他不二，冤亲平等，这个就是佛。所以佛他不管怎么样，他的内心他的本质就是爱呀。你要他不爱，他不可能的啊。你要他有分别心，佛哪有分别心呢？分别心的话叫凡夫。所以我们念佛，首先要体会什么是佛，佛心佛愿是什么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对象来念。当然这是讲到教理方面的，即使我们不晓得南无阿弥陀佛是怎么样的心，什么样的佛心佛力，什么样的境界，但是我们只要专一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所谓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啊，就是指我们念佛法门什么都不懂，也没有祈求，可是呢前通佛智，在念佛当中就已经跟佛的智慧在融合一体了。前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道妙佛的境界，佛心法性空性真如第一义谛，就已经在跟那个境界相感通了，跟那个频率互相在震动了。所以在四种念佛当中就称名念佛。那么念佛的时候呢，刚刚讲除了念佛之外其他都不想啊。那在心中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也不用张开嘴巴，也不用手持念珠，因为那个时候是静坐的时候，如果动念珠手动，那会影响到身体的气血循环啊。那么难免还有妄想杂念，如果要让他念佛比较极静，比较没有妄想杂念，就用这个实念技术，一般就是讲听啊，口念耳听啊，那心念心听，静坐的时候是默念，念在心中，那么就静静的听自己念佛的声音，那也不是听，那个时候呢已经离开耳根了，所以呢就是一个心，心的作用，这个心清楚的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句句佛号啊，一句一句声声相续不间断的清清楚楚的，有妄想杂念来那就不管它。好像我们开车上路，左右都有来往的车子，
我们不管它，我们只看我们前面的路。那妄想来了，不管它；妄想去了，不管它。那么实证技术就是从第一句到第十句清清楚楚啊，叫实证技术。一般讲是三三五，练三句又三句又四句，就是十句了。那也可以五五，也可以直接练，就随我们当下需要怎么样应用，才能够一句符号清楚明朗。那在念佛的当中，没有妄想杂念，就会有清安，有清安就会有法喜，那有法喜的话呢，业障就会消，智慧就会开朗。那尽量利用早上的时候，在出家隔年就到佛学院上课。那个时候的佛学院啊，是在搬到台北来啊，那是临时的租一个大房子，然后几个人租一个房间。早上是8点开始上课，那4点多钟起来啊，我就刻意的规定自己静坐念佛3个小时啊，到了快8点才起来用早餐，然后上课。因为我还没有出家之前，早晚就喜欢打坐，所以出家之后也很喜欢打坐。那打坐呢，也没有别的功夫，也都只是念佛，老实念佛，极静念佛，安住于自己的愚痴的身份念佛，安于念佛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功夫还有修法我都不会用，也不想用，觉得念佛对我来讲最契合我的根基。念佛甚至对其他功德来讲都已经包含，念佛对往生成佛来讲也已经绰绰有余。所以我提倡晨坐念佛。那么一旦身有所行动，眼耳有所见闻啊，那必定会动到心，因为能所是互相影响的。那早晨在自己的小小空间是自己的天地，没有人影响干扰，这对我们在家众来讲呢，是最容易做得到的啊。各位人友是不是？是。大家要不要试着做看看？要。明天回去就晚上就可以了。我们台北的教团啊，是公寓的道场，公寓的道场。那公寓你说大吗？不大，都在火柴盒里面，同时也容纳不下，所以就是分住在附近啊，租房子。那不能早课相聚在一起，所以我就规定希望大家早上起来就静坐念佛，反而比全体一起做早课来得好。当然共修与独修要看人，如果有可能会引起懈怠的话，那就要共修互相砥砺。那如果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话，那最好呢是一个人。民国83年，
月间啊，我的爸爸生病，住在台北三军总医院。平常都是我在照顾，因为我是出家人嘛，最有时间。那么隔壁的房间就六号病房，我爸爸是七号病房。六号病房是一位70岁的老太太，她请有一位看护，这个看护是台湾籍的妇女，早上八点上班，晚上8点回去的。有一天下午，隔壁的那个看护就到七号病房来跟我说：“师傅，师傅，我们老太太要请你过去一下，有事情要请教你。”我过去看这个老太太，哎呀，一脸憔悴，躺在病床上。她跟我讲：“师傅啊，我好久没睡觉了。我眼睛一闭，就看到两条黑影，还有一座山，好像要压下来，啊，倒下来压我，所以我不敢闭眼。那很久没睡，实在很累。”那师父，这要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请人来超度还是什么啊？我说：“这啊，是你过去世的冤家债主要来讨功德啊。这个冤亲债主，亲的话就是祖先亲人，那冤的话就是过去世有欠他的债或者害过了他。那你平常没有这个现象，到了年迈，尤其是有病，这个阳气比较衰弱，阴气比较盛，才能够跟阴界感应到交啊。那这个呢，很容易，倒也不用外面请师父做法会什么的。你躺在这里啊，你就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到你想睡觉了啊，你就安心的闭上眼睛啊，就睡觉。”我在讲这一些话的当中，隔壁旁边坐着那个看护，那个看护大概也想跟我聊天呢，就说：“师傅，师傅，我也是一个信徒啦，然后他也是信徒，三宝弟子，只是我没有像你们出家人有时间做早课，我一大早就要匆匆忙忙来上班。”顶多就是在佛前上个香。那我再跟他讲啊，你已经到佛前上了香了，你就可以顺便念一串的佛珠啊，佛珠一串108颗，那么念一句佛号拨一颗，那就念一串，顶多2-3分钟，然后做个回向，这样呢也算是一堂早课功德啊，比一般的早课还要大，因为你是专念佛，你再怎么样没有时间，至少也应该有那3分钟吧，你可以提早3分钟起来，不然的话你都好不容易到佛前上了香了，没有念佛白白的离开，那不是太可惜吗？他一听就觉得有道理啊，好，我回去就照师父你这样做。话讲完了，我就回七号病房。隔天7:55的时候，这个看护要到隔壁六号病房上班嘛，他就先到七号病房来看我，而且手上拿一包瓜子啊，瓜子，就说：“师傅，师傅，这一包啊，你一定要接受下来。”哎呀，我一连7天。都梦到我的祖先还有我的丈夫，就只有晚上一夜啊，到天亮没有梦到，意思就是说那晚上回去上香的时候就顺便念一串佛珠嘛啊，然后念个回向偈，就这样啊。那这样呢，表示他的祖先还有他的丈夫啊，有得到他的功德，是超度的呢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，但我不知道了啊。
那也或许是一种偶然巧然的啊，因为连续七天了嘛，啊，那应该第八天就不会再梦到啊，或许是这样。那或许是因为那一天晚上他有念佛超度了祖先啊，那因为八点嘛，啊，八点到了，他匆匆忙忙就到隔壁，一到隔壁又转身回来跟我讲，师父啊，哪有人那么好睡，睡到都尿湿整个床铺还在睡啊。也就是说这个老妇人70岁嘛，他不敢闭上眼睛啊，啊，因为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两条黑影，哎，所以久没有睡很累。那么他有依照我所讲的就在自己念佛，他怎么样念佛我不晓得啊，反正都念佛，到最后他就安然的睡着了，啊，那很久没有睡，一睡着就睡很久，嗯，此后呢，他再也没有看到了，再也没有看到了。那么他儿子来的时候呢，也特别请我过去，啊，介绍他儿子跟我认识，啊，可见我们念佛方法简单啊，数目虽然少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个70岁的老妇人，因为念佛啊，她的冤亲债主化解了，化解了，也不用到外面安光明灯、写牌位、做超荐法会都不用啊，她自己超荐就可以了。念佛我们自己可以念，最容易的，无论何时、何处、何远。那如果不是念佛的话，哦，是诵经拜忏，那就要到寺院，要请法师带，那多么不容易，而且功德又不如念佛，啊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对。这不是说诵经拜忏做其他法会不好，不是，那个都有很大的功德的，啊，只是说两相比较的话。念佛是简单，大家可以做得到的，而且功德又比那个还超越的、殊胜的，啊，是这样来讲的。那念佛的人，我们说大殿在哪里？念佛堂在哪里？最庄严神圣的大殿，在我们念佛人的心中。阿弥陀佛时刻都盘腿坐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放光动地，所以我们也未必要到哪个庄严的道场去赶道场，不必，我们就专一的念佛，我们本身就是最神圣庄严的殿堂了。弥陀不离我身，我不离佛身，我跟佛无时无刻不在一起的，如影随形啊！所以念佛人才是真正的与佛同在的。刚刚讲那个看护，他连续七天梦到，他也不晓得怎么办啊！他念佛，他也不晓得说念佛自然的就能够化解超度。可是念佛佛而自然的不知不觉的就有那个功能啊。我们诵经晚了，做课晚了，都在念回向，而且念一大堆，念一大堆，又不晓得这么念有没有效果啊，对方知道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如果念佛的话未必要那样，阿弥陀佛都知道。民国84年的时候，在台南，我的一个亲戚住在医院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到医院去看他。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，后面呢也跟随一个妇女。那个妇女呢是40岁，看起来好像50岁，走路呢有气无力。那么一脸呢很黑暗，
那很憔悴，很老气，那讲话有气，有声无气的，有气无声的。他呢，看到一个师父走过，他就好奇的跟在后面，然后就跟我讲说：“师父啊，我一个星期都没睡了，啊。”那么我一听，我就直截了当的回答：“你只要念佛就能够睡。”他回答：“我这样还能念佛吗？”我想啊，对啊，他都一个星期没睡了，没有精神了，哪还能念佛呢？我就跟他说啊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去请一台念佛机来给你听，你能念就跟着念，不能念你就耳朵专听这个佛号，这样就能够入睡了。所以呢，我赶快匆匆忙忙的就到台南火车站的附近有一家佛教文物店啊，现在还在不在不晓得，我就在那里买一台念佛机啊，来给他，跟他说这个念佛机也可以插在耳朵上啊，那么也可以在旁边啊，总之你就是听这个符号跟着念啊，这样我就回去了。隔天下午还是那个时段，我再来看我那个亲戚，当我进那个病房的时候，已经看到这个妇女坐在里面很有精神的跟人家有说有笑啊，因为一些在家妇女嘛，都会三姑六婆聚在一起呀， 啊， 啊，那么他看到我进来了啊，就很高兴很感谢，就说这个昨天啊，因为我的儿子陪伴在旁边，所以呢我不敢放出声音，是戴着耳机听，听啊听啊，不知不觉就睡觉睡着了，睡着了。那今天睡到很晚啊，所以入上三更啊，才醒过来。那醒过来之后呢，感觉好像七天的不足已经补过来了，有精神了啊。他就这么样跟我讲啊，然后呢，他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也都同样戴耳机念佛，因为都是他儿子还有他的女儿在旁边照顾嘛。那么医生呢，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某某人，你最近看起来好得很快啊，气色不错，如果这样下去呀，可以准备出院了。”所以十几天之后，他就出院了。出院呢，也联络我到他家装个佛堂，那也不是佛堂，就是钉在墙壁上的那个佛龛啊，然后挂一尊南无阿弥陀佛。他说他从今呢要拜佛念佛了啊。那回想那个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师父啊，我一个星期没睡。”我就直接说：“你只要念佛啊。”为什么呢？七天没睡，肯定是什么业障嘛。如果医生有办法，医药有办法，就不会连续七天睡不着。那业障靠医生哪可能呢？靠医药，医药也没有效的，不灵的，因为那是业障嘛。业障的对治，业障的药，业障的妙药，就是阿且陀药，就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是直截了当的说，你只要念佛啊。所以他虽然不能念，但他耳朵听，耳朵所听的等同心中所念的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跟他讲什么道理，也没有跟他说：“哎呀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，啊，这句名号具有万德啊，你念这句名号佛光就会照耀你呀，你念这句名号附近的鬼神啊就会敬而远之啊，甚至化解你的冤家债主啊，甚至这一附近的鬼神被阿弥陀的佛光超出到极乐世界去啊。”都没有跟他讲这一些，就只说你只要念我就能睡得着，就这样。那么他虽然什么都不懂，
也没有什么回向不回向的，但呢，照样达到了那个效果。这个就是，虽然是一句名号，这一句名号呢，是有声音的光明。光明，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没有声音的名号。一旦念佛，阿弥陀佛，没有声音的光明名号就会显现在他的身上。那医院都会有鬼神，不可能医院没有鬼神的。那么医院的鬼神，他看到了念佛人身上有佛光，他呢就会很欢喜，很恭敬啊，甚至呢会恭敬的向我们礼拜，也会呢在我们旁边保护着庇佑着我们。那往往呢是因为看到佛光，被佛光超度了，那我们最想念我们的是谁？谁？阿弥陀佛。最想念我们的是我们的冤家债主，生生世世，生生世世跟我们如影随形，都不放弃我们的啊。当我们念佛的时候，不管冤家债主或者是亲人祖先，正好接受阿弥陀佛的光明，化解彼此的冤结，同时也被弥陀的光明超度。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难道只是一道光而已吗？这光明不但呢温暖明亮，而且它充满了佛的慈悲智慧。光明有阿弥陀的眼睛耳朵，有阿弥陀的心肝，有阿弥陀水意在流动的。阿弥陀的慈悲智慧愿力神通都在名号里面，都在光明里面。那鬼魂接触到光明，哪有不被佛所度化的呢？我们耳朵听佛号，感觉是一个声音啊。我们大家都念佛，也看不到什么佛光不佛光的。可是冥界，也就是幽冥啊的这一些鬼神，他就能够看得到。所以念佛最能够超度鬼神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一节就讲到这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